没时间想吧？对，没有时间，因为主要那时候过去我啥都不会，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，然后我就要去不停的去追他们，然后去追他们追赶他们，然后就要更加辛苦的去练。他说他以前在练习生跳到那个镜子都是雾，全是起雾，因为每一天就是一直跳一直跳，跳到很热，桑拿房一样，然后就练的实在练不下去了，然后我们就跑了，然后就想了很久又没地方去回来了。我现在三位演员拍戏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喜欢，就像刚刚讲的是，因为你身在其中，像我们 Justin 玩游戏，没有。你膝盖疼了？我每天都要冰，打练完就有冰。职业运动员下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先冰敷，像他一样，把今天的炎症给他控制住，不要让他扩散。你看人家都没那么多毛病，就你一个人，我老了。我估计他可能受不了吧，受不了吧。啊，受不了啥？要弄什么？来，放里头啊，冰脚、啊。把脚放进去啊。放啊！先放一只，快点！酸爽，你要挺过这一段就好了。表情，微笑。哎，哎呀，他会痛到心里，对不对？啊，会痛，这痛到不行。啊，好痛，痛，挺过就好了。哎，他拿出来也会更，也会疼。太痛苦，不行，好痛。都紫，你看换一个。那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都是很习惯。哈哈哈要15分钟了，要15分钟。要15分钟。我10秒都不行。对一是吗？对一。哎，那个 Madonna 她每次开完演唱会啊，就一盆跳到里面。我倒看过人家把浴缸里放的这个整个人浸进去，舒缓的吧，舒缓。哇，王大伯咬人！哇，王大伯咬人了！你这嘴咬我，我胳膊没了。他没知觉，好痛。